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4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我们这次活动是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由大秦江栏目承办的。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专业组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前，先要为您介绍一下7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李生茂，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李娟，欢迎您；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齐爱云，欢迎您；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任小磊，欢迎您；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赵阳武，欢迎您；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张涛，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赵东红，欢迎您。再次欢迎我们7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那进入到专业组的比赛之后呢，我们各位评委老师依然会通过亮牌的方式来决定每一位参赛选手的最终比赛成绩。我想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戏迷也非常期待这些秦腔新秀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也希望他们能够尽情地绽放光彩。那么接下来本场专业组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闪亮登场。好，我们的第14届小梅花大赛呢，我们的周至艺术职业学院的老师何老师啊，也带了好几个自己的学生来。何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两个学生学戏有多久了？他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哎，我们的他呢，一年多了，这个。一年多了，你感觉这两个孩子学习怎么样？特别认真，特别认真，特别认真。我看这个孩子非常小，你跟我说一下你几岁了？十一哈。你呢？13。13啊。希望你们俩认认真真的完成这一次的录像啊。上去的时候呢，我跟金琼经常说，要高兴一点，对，哎，要高兴点，不要板着个脸，哎，给他呢也是一样的，他呢是甘肃的吧，唱戏的字儿呢，不规范，不规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他们，讲，何老师看见自己的两个喜爱的学生马上就要登台了，有什么祝福的话给孩子们？老师祝福你们。一辈子，他
说真话，哥哥也舍不得你。是小少女，这样的好哥哥天生爱你。从今后我在外，在外多劳累，劳累我愿意，家里的事儿我料理，伺候咋嘛用我的，做饭讲游戏哥哥你放宽心。哎还有妹子呀，也要有哥哥呀，哎嗨嗨嗨嗨嗨哟，想法又想你。小男孩也唱得不错啊，两位总的来说是很完整的把这段表现完了。那到底专业方面需要哪些改进呢？我们来听一下老师的建议，有请赵东红老师。小嗓音啊，还带小共鸣啊，这确实很难得啊，而且唱得很轻松啊，这个表演方面也很自然啊。我觉得你确实条件非常好，而且演的小花旦太适合你了啊。在唱上还要下功夫，表演上也要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还要练基本功啊。好，祝贺你啊，嗯，希望再次努力。谢谢赵老师的鼓励。你看我们七位专业老师看到这些小苗苗的时候，心里都爱得不行啊，都是那种疼爱的放着光的眼神啊，这就是我们秦腔的下一代，特别好啊。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七位专业老师为严金琼所打出的分数，七位老师请亮牌。啊，我们这位参赛选手获得了14朵金花、7朵银花，也祝贺你，也感谢你的小搭档，谢谢两位。来，场下休息一下吧。我叫齐哲。啊，多大了？今年15岁。啊，包大人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比赛现场有什么感觉？有一点紧张。啊，包大人都紧张了，那马老师您紧张吗？有点紧张嘛。嗯。他学的时间不长，才有个。就是1年吧。今天给大家唱的是哪一段？闸门岸前三对面的王朝传来马汉兵那一段。哦，好，那我们希望你拿出气势来，在舞台上好好表现，好不好？好。来，现在用你包大人的语气给自己加油。好，加油。
飞，满乡尽悼念唐王辉，保证人死忠高贵，配黄插花有功累，为母效忠面过黑，山烧下一顶美，黑人黑笑黑无比，马青烟扎三顶王美，三国中国有王辉，他自这我们专业组比赛到现在看到的第一个花脸行当的孩子啊，齐哲，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生活中是个实在人，这唱戏包括我们这举手投足的台步都是直来直去的啊。那么接下来还是邀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他来指导一下，有请赵阳武老师。哎呀，这是这次大赛唯一的一个大花脸啊，宝贝蛋儿啊，很不容易。这个选手的特点，我认为他唱戏很有激情啊，敢于大胆的表演啊，这是你的可贵之处啊。总之来说还不错啊，好好加油，继续努力啊。好的，谢谢赵老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本场的七位专业评委老师为这位参赛选手亮牌。七位老师，请亮牌。这位选手最终获得14朵银花，3朵金花，也感谢您的表。
我们这位小选手的演唱已经结束了，要先来听一下专业老师的点评意见，有请小磊老师。应该说在咱们这次参赛里面还算是比较小的啊，还不到十一岁，从你的这个扮相和身上自然流露出的这种小花旦这个劲儿，真的很美，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很可爱，多练唱多学身段学表演啊，很不错，继续加油啊。好好，谢谢小磊老师。老师说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能做到吗？能。好，真棒啊。我们来最后看一下七位老师给你亮的牌啊，有请我们的七位专业老师为我们这位小选手亮牌，请亮牌。好的，七朵金花，九朵银花，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继续加油啊。谢谢水涵，场下休息一下。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海瑞驯虎啊，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段戏是有难度的，尤其今天这个染口是不是不太合适？嗯，但我觉得娃这临场应变还行，反正推一推动一动没太影响唱啊。我们来听一下专业老师的点评意见，有请张涛老师。今天校长里从他的唱腔流畅度上非常好，他的音准也好，他的节奏也好，就是嘴皮儿的字太松。你是一个要奔着专业去的未来的一个苗子，必须要从规范上着手，希望你能取得好的成绩。好的，谢谢张涛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有请七位专业老师为张丽亮牌，七位老师请亮牌。感谢我们的各位老师，13朵金花，2朵银花，成绩也是不错啊，张丽要继续努力。好，随着咱们14届小梅花大赛的这个比赛的白热化啊，我看到我们的选手也是越来越紧张了。那现在我身旁站的这个漂亮的老师和漂亮的小姑娘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佳萌，今年15岁。啊，好，我们陕西省艺术职业学院非常年轻漂亮的王平老师。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带着自己的这个学生来参加咱们这种比赛啊，是不是心情比你参加比赛还要紧张？是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其实自己参赛觉得还罢了，特别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我刚才给他们化妆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开始紧张了，我就怕他们上去害怕，因为我们是从这儿过来的，知道就是学生的现在的心理，所以说老师我现在有点紧张，我别紧张，别紧张。我在给他说不紧张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特别紧张的。刘佳萌是就是他的嗓音条件特别好，对，声音清脆，特别甜，在对这个唱腔呀，他是特别有感，有这种就是灵性的。他每一次我给他布置的这些作业啊，他是会完成得很好。你看老师对你有这份偏爱呢，所以就是唯一的是什么，他不够自信啊，就是所以在他的表现中，平时在唱的时候他心里边不自信的话，就展示的不是那么太，就是不是他正常发挥的那种。如果他要是再自信一点的话，你会很棒。一起给你加油加油加油。
好，我们这位参赛选手刘佳萌的演唱已经结束，先来听一下专业老师的点评意见，有请齐爱云老师。刘佳萌啊，条件很好，歌头包括扮相，包括你的声音条件，也是个小淡的声音，很清亮清脆，听起来很甜啊，这是你的优点，这是你自身具备的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你在个人的后来的这一块的呈现来说啊，有几点不足啊，给你提点建议。我们很遗憾今天穿的鞋颜色又不对哦，我们在这个龙凤呈祥的时候应该穿个红鞋哦，你恰恰穿了个蓝色的，需要秀气。哎，你看多好看是不是？哎呀，你看女孩子要多么秀气的那种身段，包括你的首饰特别的要讲究，就是你的整个的表演的状态和你自身条件一下子要绽放出光彩来啊！老师也希望你更好，还有你的台步，你想你脚不勾，你身上整个是个松的，你脚勾起来后，你整个腰肯定就立起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然后一个亮相，你看它多美！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好吧？谢谢谢谢齐老师，这段真的可以说是谆谆教诲啊，说的不多，而且还很客气。很多地方齐老师说应该讲究一点，其实按理说是必须讲究，对吧？戏曲的精华和精髓就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要看挂衣戏呢？看的就是这些，这也是我们传承下来的最美的东西啊，所以回去还要好好的练习啊，注意细节。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七位评委老师最终的亮牌结果，七位老师请亮牌。佳萌最后获得13朵金花，5朵银花，也祝贺您，茶下休息一下。
陈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段《状元梅》啊，美美的把它唱完了，唱得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小磊老师的点评，有请。程娜总体的呈现还是不错的，因为程娜的嗓音条件，挺不错啊。而且呢，我能感觉来，实际上你的内心，还有比较饱满、比较充分的这个人物感。咱这一段唱腔都是言前者，那个腔很长，咪咪啊，还要保持在案子上，也不能保持在最后倒了，倒成个啊啊啊啊啊，这个韵就没归对，好吧？其实就是这些细节啊，相信你还能做得更好，嗯，要仔细精雕细。谢谢小磊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有请各位老师为程娜亮牌。请亮牌。程娜最终获得13朵金花，2朵银花，也谢谢你的演唱。场下休息。现在练功，咱们这个戏曲你知道，练功挺苦的，孩子有的对，坚持不下去的，你就得给孩子去疏导、去打气，你得要真的像母亲一样去关爱他，给他们耐心、细心、关心啊，还有无微不至的关心生活上的，比如这个有时候生病呀、干啥都会要及时的去给娃要教导，因为啥嘞？娃离家。离开父母啊，宝贝儿，你家是哪的？我是甘肃沁阳的。哦，也是甘肃的，很远，所以孩子们可能对时间久了就会想家、想爸爸妈妈。是是，很感谢就是默默支持我的父母、老师，很感谢老师近期的悉心教导，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参加小梅花比赛，就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今天包青瑶为我们带来的是咱们秦腔这个行当当中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赶坡》。那演唱过后，我们来听一下李娟老师的点评，有请。王宝钏出来的台步要好好的练啊，这个人物你应该知道啊，首先是端庄啊，沉稳，梦见哎凭栏回遥远，哎做梦要想回忆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啥梦呀，哎，一身的仔细再一练，一练仔细再一念，通过眼睛传递出来，是不是？这就叫动从心起，哎，要用心去演，哎，他都有神韵了，他都一看往外看，给谁说啊？给大嫂说，是不是？哎，好，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啊，好，谢谢李娟老师。那么接下来有请七位评委老师为新瑶亮牌，七位老师，请亮牌。新瑶获得12朵金花，5朵银花，也祝贺你。场下休息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专业组的比赛就落下帷幕了。当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小选手和我们见面，也期待着您持续关注比赛，关注大秦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